感谢莫涵的150块台币，皇帝大帅哥又来打扰你了，希望你不要嫌我发废文。不会不会不会哦，感谢你，我才要感谢你。皇帝斯科德超强，没有啦，刚好打到电脑而已。感谢呱呱爱青蛙的30块台币，那边多少公斤呢？如果认真要说的话，应该不是以公斤计，是以几吨几吨。各位哥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上帝，我今天哪里用？耶，看不腻。那我们今天邀请来这个非常特别的神秘来宾啊，各位等一下可以听他的声音来猜猜看他是谁。那我们先请他讲话。嗨，孙生，不对，靠北，我这样不就讲出来？嗨，嗨 ，Z 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 N 啊。那你们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啊，我的 IG， 对，我相信皇帝应该是可以放在底下，可以吗？你可以自己讲吗？好，Z N 点底线115。OK，ZN 点底线1115哦，是三个一哦，各位。OK， 然后我还有抖音，只要打应该就可以看到我。抖音只要打那个孙生就会看到他。不是，哦、不是，打 ZN 就会出现他了。没错，可是应该会有很多人叫 ZN 呢、欸。不会耶，其实红的就两个、啊，一个是正妹 ZN， 一个是帅哥 ZN。哦，那大家记得追踪正妹 ZN。哎、欸，什么啊？OK。那我们今天跟这个小孙生一起双排，那我要玩谁打野？我做一件事情，你做。那我要测安娜斯打野。这样会很奇葩吗？你做什么？你是那我也要。我是你的粉。对，哦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的企划突然临时给他更改一下，我们一直吹捧那个安哥，他一杀掉了，我们就说，我靠 ，YT 安哥太强了吧之类的，太猛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皇帝耶，完蛋了，靠北不是啊，不能破梗啊，我们要吹捧他，对我讲，我假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要这样。我们有安哥，对，把注意力拉到安哥身上，这是真的。哎、欸，他很烦呢、欸，破坏我们的企划。为什么破坏企划呢？我开播，哎、欸，那反正是真的 YouTuber， 还有开播、欸，哎，真的假的啊？哇，那真的是蛮猛的、欸。哇哦，他们两个想弄我、欸，哎，小渣渣，想弄我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、欸，有料哎、欸，小书生。没有办法，我就是那么强大，没有办法。欸、我的野区，没事，你的野区交给我来守护了 ，baby， 我来拯救你的野区。这个打，这个，哎、欸，对吧？你在干嘛、啊？就差那一点点，没事。他一定会清中兵，中路我们可以遇到他。好 ，Hey baby， 哎、欸，有戏啊！小孙生，你是买开土啊？小孙生，没错。没什么，没有啊。哎、欸，来吃凯撒啦。可以啦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那我可以吃你的大棒棒吗？可以，30公尺。他们那边也打赢哎、欸，我们这场是有点太轻松打了、啊。哇，安哥有，果然是有开播的安哥、欸。吹捧一下，吹捧一下。哦，他死掉了、欸，不能吹捧。对面洛伦好像其实也还好，就跟你讲说，你看他名字这么煞气，有煞气到有煞气到。哎、欸，我叫一下我妹来听你的声音。喂喂喂，睡睡睡睡睡睡，可以。对啊，是的，他不是模仿啦，他是本人。哦，你可以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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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人，三个人。3P。你女朋友是谁？你靠近一点。你靠近，你靠近一点问，你靠近一点问。你老板是谁？大声一点啊！你的老板是谁？我的酷炫不在这啊！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？啊，这是孙生吗？他是孙生啊，他是孙生啊！这根本是模仿的。他不是模仿的，他声音那么像，怎么可能是模仿的？不要闹了啦！不是啊，为什么每个人都问我说是模仿的？对啊。天哪！扣了。他是本人哎、欸！我在认真打游戏，你不像。他不像本人吗？不像。因为他是本人啊，他不用像啊。有道理吧？他是本人不用像啊。哎、欸、哎，孙、欸、生，小孙生，你这个弱人。没事没事。你的弱人不是弱人哎、欸，是弱哎、欸，很弱哎、欸。我妹在那边一直怀疑哎、欸，啊就是本人还一直问。真的是。
明明平常就没在看孙生，还在那边评论。啊，对哦，不是啊，我们这一局的企划错了啦，不是啦，不是探讨你是不是孙生啊，是安哥。游戏吗？游戏吗？游戏，这个红游戏。绿油精滚珠瓶。有吗？哦，哇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有料，有料。有看到我那个顺二吗？没看到。很好。哎、欸，为你挡下一切风雨，无处。哎哎哎！不行吧？你这样子，哎呀，我以为你可以收掉。没事没事，我也以为我自己可以收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不要怕，打都对了，對，你也跑不掉了。好。哈，计划先锋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有死掉？我很期待你死掉了。你为什么要让我死掉啊？我等下摔桌子给你看。哎哎哎，我发现我其实很强哎，我一直摸摸凯瑞，结果你们都在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在雷吗？然后我死掉了。你好，他的花是怎样？你快点，我帮你扛下所有了，快点上一打二。什么？有点害怕。可以的，可以可以，你可以赢的，你哦哦，帅、哦！哎、欸，哇，帅一半的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帅帅一半的呢。哪有啊？我明就有帅到。你刚刚可以帅气收掉、欸哦。安哥在干嘛、啊？安哥。好，我们跟他聊天一下。好。安哥，你还好吗？你看，加油啊！啊，我跟他讲，你跟他讲，我身份比较敏感，你跟他讲，安哥，我上 SS 都是看你影片，然后你要用全屏打这样。哦、安哥，我上 SS 都是看你影片学的，我很喜欢你这样，直接一个深情告白。他断线，安哥还敢断线呢、啊？他不是在开播吗？安哥还在给我断呢、啊，安哥，没可能呢、欸，没可能给我录到一半断掉、欸。你是不是专业 YouTuber 啊？哇，可以吧？不可以。喂喂喂喂喂，你不要冲动啊！冲动是魔鬼，皇帝。我伤害超高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谁帮我挡？我看没有了，你直接一个不帮我挡哎、欸！我想说你要杀人，我就不要阻挠你，你知道吗？太残忍了吧！直接一个哇，送你去死哎、欸！哪叫送你去死？这名就叫做借花献佛。再来再来，帅帅帅帅帅帅帅！我在后面掩护你，打掩护打掩护，可以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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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你还在这边皮哇，手太短。这才是皇帝吧？哎呦，哇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纳克太神了吧！他壁咚，哎、欸，他这个有深度哎、欸。他其实在唱歌，他是唱《龙榴莲》。这个是神秘操作，因为他是演员，他是我们派来的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我会死，结果一切都只是我以为。我说错了，说错了，他应该是那个安哥去搞来的演员啊。对，安哥喜欢演员。对，安哥。完了完了。哇哇！你看演员，你看就演员啊！开眼开眼！啊，完了，你没了！哇，差一点点，一个三杀，完美结束！完美结束皇帝的一生！狗傻笑！我看你现在在干嘛？你现在是我的实况转播。好，来，我来实况，你就认真操作啊！我来帮你转播。好，好，接下来这个我们的孙生啊，看可不可以单杀这个？哎呦，这个借位直接进塔下。看来是没有希望，我们直接先拉出来。这个孙生的操作非常让其他的职业选手傻眼啊！到底在打什么东西？我现在 focus 你，哦哟，帅帅帅，再来再来，还有没有？我在后面掩护你，你快打！我在后面掩护你。他跑走了，他小 baby， 他哎呦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二打五，你去坦伤害，我再输出这样。你叫做什么啊？
这是本人啊？本人什么？本人什么？谁还敢怀疑安哥啊？啊，他就是安哥本人。他认证的，我认证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要扛他。你的牺牲我看得见，我看得见，不是吧？好，我们要做结尾。好，结尾来吧，快点追踪我的 ins 啊！来来来来，帮忙叫，突然来分享一下，分享来再加上订阅好不好？那谢谢大家，拜拜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大家拜拜。Yes. With the